所看的天下事啊，的确呢，不断都要提醒我们，人人啊，要戒慎虔诚哦。天下呀，灾难偏多，气候呢，真的很不调和，还有呢，人心啊，动荡而不安，这都是呢，天下苦难偏多。因为呢，让人心啊难以平定，才不平不定啊，会造成啊烦恼苦啊，灾情多啊。现在的气候，宇宙这个大空间里，国际间的都是呢，有感受到了气候变迁的那样的压迫力呀、啊，这是人类众生的共业呀、啊，所以有一点担心的啦，总是呢，人类。不觉有无知又不知，所以呢，在为己所役啊，那就是所造作的呢，都是呢一个贪念、意念、贪求等等，所以。不断的开花，那不断的只是要享用，不断的丢弃，不断的垃圾粪扫，不断的增加这种的恶性的循环，大地啦，其实。供应给人类的这种物质，其实呢是很足够，只是呢人类无知啦，把它贪图啦，总是过度开发，这享用而且呢。破坏造成了这种灾祸，这就是人类啦。时常我都说感叹众生共业啊，森林啊，一次一次呢，看花开花，几百年。上千年的大树，总是呢，越看花越进深山，啊，从平地一直呢上了高山去哦。山总是呢不断不断被破坏，把整个生态啦。总是这样的连贯性的，那影响到了气候。所以说来，人呐、啊、都会说，人力定能胜天。这就是人类定能胜天，是人类呢那一念心呐、啊、破坏天地。天的气候，大地被破坏，这就是人类这样过度享受、过度开发、过度的物质消耗，
这吼，拢是呢用子孙的资粮，我们将来的子孙呐、啊，那这物质已经被这一代呢，已经不断破坏，不断破坏，一直下去呢，将来呢，将来啦，那就是要争，要争呢，一直到了有事呢那样的世界争端呐、啊，又是大破坏，破坏大地啦，伤杀人类，这都是极端的，这实在是吼、哦，心来呢，这种不断极端呐、啊，这种时间呢会更紧迫而来哟、哦，这是很担心，这就是人类啊，很感叹呐、啊，不会如何疼惜大地。不懂得呢，尽人类的责任来呵护山河大地，只是呢，顾好自己的爱好，顾了自己呢，如何去征服？这种总是一念无明啊，就会呢累积了灾难在人间。所以呢，不知道要怎么办呢、啊？只有一句话：叹无奈，无奈何啦。这也就是呢，众生共业，大家平平安安的生存，多好啊！心存感恩呐、啊，就。不会忍心去破坏，我们应该呢，对于山河大地要心存感恩，或者是呢，不忍，不忍心破坏，我们要好好的用心来爱护它。所以、哦、我们。什么是我们可以做的，什么是我们不能做的，我们呢要把知识转为智慧，善恶呢我们要如何去分别，我们要如何扬善，我们要如何呢那警惕该做不该做，不该做的要警惕，该做的呢，我们不断的来弘扬。所以呢，菩萨们，我们有可做的事真多啊。Today it was mostly about like vegetarianism and protecting the world. The vegetables contain a lot of high quality vitamins and minerals. Here at Tsuji, we collect fruit peels at lunch to make compost for our school garden.Vegetarian food helps to keep our body and mind healthy. 气候警钟渺渺倒数的时候呢，我们更应该不但我们自己能够把这个部分做好，还要把这样的力量带到市府这边来，跟更多人来去宣传这样子的一个如何保护地球、茹素这样的概念。要多推动茹素，才能改变呐、啊。这个大空间的生态，我们都是呢需要呼吸，人类要呼吸，动物要呼吸，呼吸出来呢一定都会有病情，有污染，所以我们现在都要戴着口罩，大家都戴着，我上来要说话，因为你们离我远，我有很比较大的空间，那尤其是现在，我呢就把暂时口罩拿起来，因为我要面向全球说话，所以呢，期待人人安心、祝福。
我们的空间呐、啊，慢慢呐、啊，让它净化，人人平安健康。所以各位菩萨还是要紧密的、好好的防护好啊！全球菩萨们呐、啊，也是要还是要好好的发挥爱的能量，同时呢，爱惜自己，就是保护别人，这都是一个不变的原则。所以，请大家时时要多用心啊！